Hello 大家，今天是四千里纯友的哑光版，总共两个色号，其中 M2 和大家同系列的水光版零四焦糖橘几乎一模一样，顺便都上嘴对比看看哑光和珠光的区别。先看哑光 M2 暖橘色，擦去表面看染唇还挺深的，在嘴上颜色和嘴唇结合后是呈现健康的橘红色，非常显白，刚涂上表面是亮亮的，和水光版本一样，但是过段时间就会变成雾面的，然后擦去表面后它是不沾杯的，颜色相对更深一些，而且表面摸上去是干爽的，嘴唇也没有很干的感觉。像我是黄皮深唇，在我嘴上染唇还算均，现在出门就汗如雨下的季节，用这种 tint 就很干爽。对比看一下水光版的零四号焦糖橘色，它涂完就一直是这种亮亮的水光感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明度很高的颜色，非常活泼，尤其是唇色很苍白没有气色的时候，涂上一秒精气神都回来了。但是这款水光感不持久，需要叠加透明唇蜜才能一直维持亮亮的感觉。接着看一下哑光版的另一个色号 ME Dusty Rose 脏脏玫瑰色，试色更偏向玫瑰调的暗红色。两只哑光版本都比水光版的染唇颜色更深，但是因为会变哑光，所以染唇如果不均匀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，后续需要叠加其他孔会更好看一些。试完啦，这两只都不挑人，作为深唇真的很喜欢染唇系列。下个视频试色所有水光色号，有兴趣姐妹炖一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。